较早前咧去咗试由韩国 MTS 化妆协会金基香院长亲手做嘅正宗韩式纹眉。我准备做呢个韩式正宗嘅纹眉啦。我老婆。好啦，都同大家分享下啦。我你个美国。仲有靓仔oppa为你服务添。好啦，开始啦。其实咧都敷咗麻醉药20分钟左右嘅，咁所以咧个过程咧都唔会觉得痛噶。你都仲可以学韩文添。大家睇下院长嘅手势几咁纯熟同埋认真，可以放心交俾佢做啦。最后咧就坐起身睇下仲有冇个眉形咧需要修改一下嘅。怎么样？可以啊。OK。一步的，一步的。做完之后咧，其实可以 keep 3至5年咁多噶。看上面啦，我报告完止笔，and your hair 开始了。